你们到底在分什么，在合什么？你何必每一天去讲讲这些话的？然后人家都知道你司马昭之心。你如果要跟人家谈，是用媒体放话的方式吗？你是用每天去贬低人家说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方式吗？这样叫做合作吗？如果是合作，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是这个城市很重要的事情，你们只想着你的政党的利益，这是对市民负责任的嘛？所以我们会跟着疫情，所以我们也是被上天决定的，不是自己决定的。同样的，这个国家也一样啊，你说陈时中部长也一样啊，大家都一样。所以重点是在于人民还是第一位嘛。